我叫周璇，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爸爸周发现是北京的冶金工人。我爸爸是因为很喜欢那个有名歌手，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是北京大学数学和力学部的学生。这是半年后看到这一题，这是两年后看到这一题，你看到什么？看到指数。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两个方法，哪两个方法呢？同学按暂停，你先想。按暂停，你先想。虽然我尊敬毛主席，但是我最关心的是我的经济发展，而不是阶级斗争。
在人民日报报道说，北京副市长吴晗用一个自己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暗地里指责毛主席。好像有一些党员走向个人主义，他们偏向修正主义，打算恢复资本主义。为了对抗这个行动，毛主席的妻子江青说，现在每一个公民把心献给共产党，投入文化大革命。我不太了解现在的情况。1966年春天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旗帜挂在校园里。上面写着有大学的三个党员不够坚定地支持毛主席的思想和反对无产阶级专制。我尽量继续准备考试，可是有点难以专注。我的朋友莹莹一定要让我去参加这个会议，一开始我拒绝了，后来她说服了我。人们聚在一起喊，为毛主席工作，应该给人民打抵抗资本主义的天花疫苗。我们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的人因此感动流泪，我的皮肤都痒痒的。难道你们都不喜欢归属感吗？人民日报报道说，北京委员会被罢除了，好像反党修正者被暴露了，开始自杀。我现在发现都是真的。如果他们是无罪的，他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我同学让我帮他们把蛇从大学的洞里拿出来。旗帜上写着被告老师的名字。有很多从事过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课程，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黑帮，他们真是知识分子独裁者。人民要暴露这些饥饿的狗。从教室里开除他们，通过走廊去追打他们。数学理论的王老师昨天给我们打招呼微笑，但是他心里面却想着怎么推翻我们的政府。我们把驴耳朵放在他的头上，强迫他重复1000遍，我是一个牛鬼蛇神，我们笑死了。然后把他半个头发剃光了，在他脸上泼墨水。他从3楼跳下，受不了继续洗厕所和这些侮辱，他不是倒着跳，连自杀都不会。课彻底的停了，
这样我们可以完全全负荷投入在革命中，我们要把红色运动传到校院之外。我有了军衣和红袖章，他们说我只有要加入红军才能保护我们的政府。毛泽东语录里面所有的话都很恰当，比任何数学方程还完美。毛主席和副总统林彪再把恶人和怪物从党和军队里面开除。毛主席说，反抗是公正的。林彪说，不管我们是否理解他们，我们要实施主席的话。他在游长江时鼓励我们，我们的做法给了他活力。今天8月18日，我们要在天安门广场在毛主席面前游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万个学生要接受他的接见。林彪对我们说，毛主席是太阳。我们愿意为他死或杀人。今天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他，我决定把今天变成我的生日。今天是新生活的开始。
江青对我们说，我们要处理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需要为主席工作，以及使全世界的反动主义者粉碎。毛主席对我们说，过去压迫现在，我们决定把我们的过去洗干净。我们进到资产阶级的人家找四旧，我们夺取任何属于以前旧阶级者的物品。这些商人和知识分子是非法富起来的。存着数百万人民币和老纸币，还有美元。豪华是颓废的，这是封建社会的遗产。我们也燃烧那些可憎的外国小说，这就是糖衣炮弹。毛主席对我们说，你杀的人越多，你就会越革命。我要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撕坏他们的衣服，然后打他们。我们杀死一些人，无论他们是婴幼儿或老人，都属于反动的家庭。有些因为不忍被我们发现自杀了。这样我们方便一些。毛主席对我们说，不要拯救他们，中国人口很多，怎么不能少一些呢？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红的城市，没有阶级敌人的。今天很辛苦了，我们改变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我们已摧毁了宗教和一切有儒家思想的物品。儒家思想只能培育出剥削和压迫人的懦弱混蛋。我们打了一些信天主教的妓女，
毛泽东主席说，传播全国各地并点燃革命之火。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我们去延安，在那儿毛主席曾领导了对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战役。我从右派家里偷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我偷偷摸摸地读它。到目的地还有500公里的时候，我们下车了。我们东方红红卫兵喜欢散步，这样我们可以模拟长征。
1967这一年，我的生活已经成了一个全职的革命斗争。早上出门前，我在毛主席的画像前鞠躬三次，求当天的任务指导。我们团的红卫兵向北京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红绿灯的红灯意思变成前进。他们说会考虑的。大学复课了，老师们是新的，比以前要年轻，有些课程变了。下课后，我和同学们练习中字舞步。机械学考试时，所有的学生提交了一个空白的试卷。我们都通过了，这样证明了我们是反知识分子的好毛泽东主义者。我们学习记忆和背诵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的作品比黄金更宝贵，每个短言是一个真理。人民日报报道说，有一名医生手持着小红书治好了一个盲人，并且让一个麻痹者走路。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破釜沉舟。旗帜发布，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另一面大旗发布，共产党秘书长邓小平也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啊，那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叛徒。我们把刘少奇的妻子放在革命群众前，刘少奇是下一个。心肠狠毒，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的精神，他应该被施以最穷凶极恶的罪行。他是一个叛徒，一个叛党者和一个劫家。深受迫害的聋哑人，在以
好像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除了毛主席以外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把这些纸老虎摆在人民面前，押送他们参加批斗会。凡承认自己的罪，受宽松处理；谁不承认自己的罪，受残酷的惩罚。社会需要清除自己身体中多余的有害元素。这是北京市革命人民最盛大的节日，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毛主席说，为什么不能武装工人和学生呢？我说，我们必须武装他们。这是北京市革命人民最盛大的节日，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在上海燃烧了一条新的灯芯，允许红卫兵清洗隐藏在党政部门和军队总部内部的人渣。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推翻了党的领导。我们必须向上海学习，实现中国各地的具体行动。袭击军队并占领报社总部。支持毛泽东主席的工厂工人攻击选择了资产阶级道路的臭烘烘的工人。在红卫兵的行列当中，我们也发现了敌人。为什么当我们追修正主义者时，他们总是跑得不够快呢？为什么当我们打一个消极分子，我们打得不够彻底呢？难道不是萝卜吗？外面是红的，但里面是白的吗？我们的团队东方红是能够最好理解毛主席想法的团队。我们决定攻击几个右派红卫兵团队。在本集团的第五纵队，
还是求求我打。对，宋别打，莹莹受到自我批评后，承认了自己是一个叛徒，并计划暗杀主席的妻子。我们一直都怀疑他。他的父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布商人，把他绑在一张桌子上，并不断打他12小时。我们引入一个棒插入直肠，也拿树枝和树叶塞进他的阴道。他昏迷和出血，我们离开去警告他。他就该承受。毛主席要求我们解散，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殡仪馆，他说毕业生应该成为普通农民或普通工人。党会这一次第9次代表党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展你国家需要我们的劳动力。胜利的大会，这是我们的承诺。中国是一个红色的王国。全国的山与河是红的。我的目的地已经被指定了，内蒙古。我是在一个农业公社整理上述部分的。我在这里已经4年了。这里既没电也没有自来水。在果园清空我们的厕所，施肥庄稼。蒙古族农民逃避我们，我们整天都不停止工作。我们得到的信息很少，而且我们得到的是混乱的。每月一次，他们给我们放从北京来的新闻。好像林彪也想推翻毛主席。日东升，光芒万丈，祖国辽阔的大。
被发现后，他向苏联逃跑，他们的飞机汽油中途用完了，并与他的家人坠落。毛主席会见美国的领导人。这个公报啊，将是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他不是资本主义吗？他不是最严重的洋鬼子吗？邓小平从流放回来了。难道他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无论如何，我们牺牲的回报不久会有的。我相信我们主席与生俱来的天赋，他是永远不会犯错的。毛主席将活100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哦，建平，